这个商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是殷商的末代帝王，他的父亲是帝乙，他的母亲呢叫做辛，他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微子启。但是呢，因为商纣的母亲是郑后，所以说他的哥哥微子启没有做王，而商纣做了王。这个纣王是一个特别有能力的人，史书记载他是一个什么样有能力的人呢？叫做资辩结集，文见甚敏，用今天来话来说，反应特别快，财力过人，手格猛兽，这个人力气特别大，徒手就可以打倒猛兽，智足以聚见，言足以是非，别人说点什么话他能给你颠倒个来说，特别智商啊特别高，特别能够言过是非。有一种什么感觉呢？自我感觉良好，以为皆出己下，认为这全天下没有谁能超过自己，这是一种刚愎自用的表现吗？相当于说这个人能力很强，智商很高，但是情商不怎么地。这是说商纣本身是一个有能力的人。接下来呢，史书当中记载他很多做了错误的事情的事情。后来的史学家总结这个商纣啊，有七恶、八恶，甚至是二十多恶。我们逐条来看，说这个商纣好酒淫乐，避于妇人，相当于说特别喜欢喝酒，特别喜欢过度的这个来娱乐啊，爱妲己，就是我们特别了解的那个叫做美人妲己，妲己之言是从，妲己说什么他听他的，用今天话来说，妲己长得好看，妲己说什么都算呗。而且呢，在听音乐看舞蹈的时候叫北里之舞，靡靡之乐，今天说靡靡之音啊，都是不很上档次的这种音乐舞蹈。商纣王要喝酒，要淫乐，要听歌舞，这样的话呢就得有花钱来钱的道啊，怎么办呢？后赋税，相当于说以前上税的比例是5%，现在提高到30%，直接造成了百姓的生活困苦。而商纣王呢，钱库当中、粮库当中可是有很多很多的钱财。同时呢，这个商纣王在淫乱生活的同时还慢于鬼神，慢待自己的信仰啊，古人是信鬼信神的，他呢却慢于鬼神。虽然我们不强调有鬼神这件事情，可是从历史的背景来看，商纣王相当于背弃了自己的信仰吗？玩到什么程度呢？过度到什么程度呢？叫做以酒为池，悬肉为邻。在宫殿当中啊，凿一个大池子，里面全都灌上酒水，把吃的喝的全挂在这酒池子旁边，然后呢为长夜之饮，从白天喝到晚上，晚上呢又喝到白天，不撤桌子这样的喝酒，昏天暗地呀。老百姓因此就受到压迫，因此就不满意，老百姓没吃的，他在这样呢浪费，因此就特别的不满意，叫百姓怨望，有很多怨气呗。诸侯有叛者，手下有很多造反的，面对这种情况，商纣什么样一个办法呢？相当于说你不服我，我就重刑弊，有袍革之法。什么叫袍革之法呢？把一个长好几米的大铜柱子放在炭火之上烧红，然后让这个犯刑法的人在铜柱子上走，你要走得过去就免除刑法，走不过去直接从铜柱子上掉下来，掉在炭火之中烧死，很残忍。当时在商纣王的手下有三个人特别有能力，一个是西伯昌，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文王姬昌，还有一个人叫九侯，还有一个人叫鄂侯，这是商纣王手下的三公。这个九侯啊，家里面有一个女儿长得特别漂亮，就成为商纣王后宫的一个妃子。但是这个九侯的女儿呢，不喜欢过这种昏天暗日的生活，因此这个商纣王呢就特别生气，
把这个九侯的女儿杀掉了。不但把这个九侯的女儿杀掉了，还把九侯用了一种非常残忍的刑罚弄死，叫做海九侯。所谓海九侯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把九侯剁成肉酱。这个恶侯一看商纣做得非常过分，就进谏啊。商纣王一看恶侯也有不服的意思，因此普恶侯。普是另外一种残酷的刑罚，把恶侯放在风中挂起来，不给他吃不给他喝，直到晒干为止，把活人晒成肉干，这叫普，很残忍。这样的情况传到西伯昌那儿，就是后来所说的文王那儿，这个西伯昌听说了，没说什么话，但是呢有一个行为叫窃叹，就是私下里啊叹了一口气。哎，当时商纣王身边有个人叫宠侯虎，知道这个西伯昌叹气了，就把叹口气这事儿告诉了商纣王。商纣王就因为这个原因把西伯昌拘留了，拘禁了，地点是右里。有能力的人死的死，杀的杀，囚禁的囚禁。那么他用什么样的人呢？用那些善于阿谀奉承的人，比如说费仲，善于用那些说别人坏话的人叫做恶来。好人不用，用坏人，因此诸侯亦疏，越来越和商纣王疏远。后来啊，这个西伯昌身边的人拿了好多礼品来送给这个商纣王，商纣王就把西伯昌放回去了。西伯昌回到自己的领地，叫做因修德行善，自己偷偷的增长力量呗。这个时候商纣王身边还有一些人在向商纣王进谏，我们特别熟知的有一个人叫比干。这个比干屡次上商纣王进谏，商纣王都不听。还有一个人叫商容，特别有能力，老百姓都特别喜欢他。哎，老百姓喜欢他，我商纣把你废掉。这个西伯昌在自己的领地不断的扩大地盘，不断的增长实力，把一个小的封国叫姬国给他灭掉之后，商纣王身边有个人叫祖伊，听说这件事情赶紧去向商纣王报告说啊，咱们殷商是有天命的，但是呢现在姬伯昌这个姬昌实力越来越发展，而且呢老百姓还流传一个口头语，叫做天何不降威，天命胡不治，也叫大命胡不治。意思是啥呀？既有方国的国君威胁我们的政权，还有老百姓传唱呢天命为什么不改。然后这个祖伊就问一句，现在我们怎么办呢？今王岂奈何。这么紧急的情况，你看商纣怎么回答的。商纣说，我生不有命在天乎，我是天生的天子，谁能改得了天命呢？非常狂妄自大，刚愎自用的性格到这个时候还仍然没有改变，不听劝，自我感觉良好，因此这个商纣愈淫乱不止。他那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微子启好几次劝他都不听，于是呢和几个大臣一商量离开商国了，逃跑了。比干不跑，比干说当人的臣子就得死争死谏，于是呢强谏纣。商纣王非常生气，说了一句什么话呢？他说，我听说呀圣人心有七窍，说像你比干这样的圣人心有七个孔，我看看呗。于是把这个比干活着解剖了，把他心拿出来看到底几个窍，那当然比干就因此死掉了。你看这个商纣王杀人的手段，有剖，有普，有海，有袍哥之行，
这样的种种方法把人弄死，证明他心里呀已经极其的不健康了，几乎达到变态的程度。因此呢，商纣王身边的好多人都特别担心，有个人叫姬子，姬子惧，佯狂为奴，假装自己疯了，但是商纣王仍然把他囚禁起来。还有很多人呢，带着很多礼器就跑到周那方面去了。后来到了一个时机，周武王啊率领诸侯伐纣，商纣王当时手下还有很多兵呢，也发兵来抵抗周武王，两方面的军队在牧野展开了战争，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牧野之战。我们都知道，牧野之战当中，商王国的军队看到商纣王如此的不堪，因此在战争的时候临阵倒戈，本来呢枪头是指向周的，一打起来之后呢，把枪调转回来往回跑，带领着周的军队杀入了商的都城，这样的话呢，商纣王就被周灭掉了，他自己兵败自焚而死，周武王就成为下一个政权的天子啊，就是周这个政权。周政权怎样兴起的，又是怎样灭亡的，司马迁是怎样记载的，我们在下一段再说。